Hello， 欢迎回来，以下收看是《炙热现实》第四赛季例行赛 Week 4的比赛。那今天进行到第三场，第三场由 MuMiKai 对上是 Bertowis。Bertowis， 对，这我刚刚有提到，他们在那个进入这个，他们因为他们两位都不是保送的，他们两个位都不是种子，他们是那个海选打进。那他们两个在那个海选的那个决赛场的时候，其实就有遇到，一个是第一，一个是第二。对，那当时那个MuMiKai打那个 Bertowis 的时候，就用了一个那个爬山之后从到他门口在那边打，然后下重胎的那个打法。对，然后 Bertowis 当时吓坏了，害怕极了，害怕极了。对，他当时害怕极了，各种反应啊，就只是七只后三只后，他连出去都不敢跟他打的，完全不敢出去看，就因为就任由三只后从那边把他门口建筑，然后盖一堆电池。当时听起来真是有趣啊，这个打法。还不错啦，就是你当下看到三只后虫的想法是什么？舒服吗？会怕啊？对啊，一定会怕的、啊欸。你三只后虫，这只好像亚运的时候他对奈子用过啊。对啊，然后而且他那个还可以直接在你的脸上面下一个。我想起来，亚运的时候喵喵开对奈子用过啊。嗯，奈子是吓人半死，然后喵喵开突然一波飞龙跑出来。啊、所以那一场喵喵开始赢，我忘记了、欸。这样听起来好像Nice被搞到了感觉。我忘记了，那就是我们一直调侃Nice的其中一把，但我忘记他赢来输了。你们都调侃他肯定输啦、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调侃那件事情是因为有一个人叫九D 啊，他跟Nice说喵喵开只会出四子，不会出飞龙，然后就是他这样打的。对，结果就慢慢看那把出飞了。对，好，那双方选手的第一场地图来到是光与影，地图右下蓝色的抽选手是 MuMiKai， 上红色的抽选手是 Bertowis。其实上次那个三打三打完了、啊，然后那个我们输对不对？然后那个 Bertowis 他就说，好吧，那先休息了。然后他那个讲话的那个口气，听得出来他很，该怎么讲？恨铁不成钢，失落，我觉得应该这样讲，失落，恨铁不成钢，就是看居然输了，然后干对我太累了啦。靠北说我吗？操！另外一个，你少来！你那个太话口气。我感觉你发挥的不错、啊。我觉得我们那一天都有一些问题，像是有不太好的 call， 然后也有当然也有我没有控好的，就是我觉得都有，大家都彼此有一些地方可以做的。像有一个 call 叫我去。换人家杀对方家农民嘛，就是因为那一波只有家里没，就是有很多啦。我觉得捡到起来其实有蛮多地方啊，也有很多地方是可能是我不应该在某些地方，而不是应该在别的地方。没事，对吧、啊？然后最后那个过了一两个小时后，我都有说下次有机会要在一起合作这样。没事，听得出来他当下是蛮。算难过吧，我觉得感觉是比较偏难。哎、欸，这个洞是怎样？干嘛、啊？他这个建筑学超戳的、欸。哇，故意的不是吗？这不就是留兵站的位置而已吗？可是你追猎过不去啊。追猎过不去吗？那个洞追猎是过不去的。好像有机会过不去。好阴怪哦，追猎。顺带一说，那个海选赛的时候，本来也是被 MuMiKai 2比0，赚了。然后当时也是这六条狗啊，把水他咬爆。可是上次比较亏，这次没有上次那么亏，但也算是亏、啊。上次还可以比这个更亏，是不是？上次是把水他咬爆，然后他出来连水晶塔都盖不太起来，然后第一只兵都没出来。哦哇哦。然后大概我记得是损失350块吧，250块、350块吧。然后对方是16条狗。然后你工兵几乎是拉了三分之二下去，很亏。哎、欸，我没看到这车裂，战口量出去啦！哇，这走出去，
看怎样走不出去啊。不啊，没关系啊，他就一辈子在家里。我就赌一杯抹茶拿铁怎么样？他出不去啊。我跟你讲不好说啊，搞不好是我的问题啊，搞不好走我出去啊。你是不是欠我一杯？你口渴就趁现在，我跟你讲，你到时候来。没，先说你是不是欠我一杯？没有欠你杯，你乱讲话啊。我啦，上次我跟你赌 nice 啊。然后赌什么？就他打完会不会关台啊？然后他有关台吗？他来关啦。我说他会关台吧。我说他会关台。屁啦，是我说他会关台，你说不会。没有，我说他会。我说他会关台，你说不会。我说他会，你说不会。我这要翻 BOD， 我跟你讲。真的吗？难道是我输了一杯吗？对啊，你输了一杯啊，我没有跟你讲。没有吧？这件事。问新手，新手已经是在场证人。你记得，你记得是谁？你就是说不会关台，你说他真的还要比赛是干嘛？他不会关台，那我说他输会爆气，他会关台。没有，是我说他会关台吧？有，那还是有没有观众记得这件事？没有，我记得你是说他不会关台，因为他真的还要比赛，是吗？对啊，没有吧？我怎么记得我是赌他会关台？我肯定是赌他关台的、啊，是这样吗？他爆气一定要关台啦、啊！你那时候那么相信他，你那么爱他，谁相信他、啊？他是个爆气仔！哇，这个刷屏速度，手速肯定瞬间有9000啊！专业的，来了来了，公屏拿走！这波其实蛮针对 Mew Mikai 的、啊。我那时候看来蟑螂都在软里面了，啊、但是复修很厉害啊！啊，不要蟑螂，蟑螂先打掉。然后不小心点那个蟑螂，哎，冷静，那边要怎么打？哎，没有刷出来吗？好吧，再刷。不朽没在控啊，太忙了。没事啊，这没什么好控的。要控啊，不朽一定要打蟑螂，不然你以为人家 A 过就赢了、哦？没事啊，他已经没蟑螂可以打了啊。啾啾，这个打法我说真的算是蛮极限的，你只要稍微慢个。10秒20秒应该是打不下来了。守这一波，你没有个十几只嘎爪守不住啊？他要甩啊！对啊，那光阵是就让你甩了，你没有甩。然后你的狗要去包那个不朽、你不能跟那狂阵打。然后最好是，然后后虫可能还要去点到那个冷静，对。然后让神族很忙，然后你再把他的狂阵甩光去。你说的没有错，能抓这些不用打控。我觉得双方都有难的点。在能知道这些，你就是大可，各位加油！没有吧？我觉得这你也能做到啊！什么做到这些，你就是大可，没有到那么难吧？没有啦，我跟你讲，大可的那个操作跟神一样啊！没有，那应该说你能够把这些做到，然后还做尽善尽美的话，你就是大可。对啊，如果能做到的话，那你就至少有一个水准。你知道这些战术打什么大可弱哥啊？那是完全不成立的啊、哦，完全不成立的，因为人家操作太好了。合理。咋，格纳特？格纳特。这张地图是第二张地图是扎格纳特地图，右上红色这个主角珠宝箱披萨这位虫 ，You My Kai。地图左下蓝色的神族选手是 Butterways。你觉得很像披萨吗？你饿了吗？而且感觉他那个披萨上面还有放凤梨。所以你喜欢吃的是夏威夷口味的披萨？我是绝对不会点夏威夷披萨。并不是因为我讨厌它，而是我不会去点它。我想要点一些更特别的，比如说什么和风章鱼烧，像是那个什么披萨上面放一只虾子啊，虾子还卷起来啊，或是一些很特别的口味的珍珠奶茶，可以不要这样子。榴莲披萨，究竟在披萨上面放珍珠奶茶的配料是在亵渎披萨，还是在亵渎？还有榴莲披萨，榴莲披萨怎么样？榴莲披萨感觉还可以吧，它就跟夏威夷披萨不是同一个宗教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吃过。还有什么？我记得还有，那
前阵子出了很多很神奇的口味的披萨。你吃不吃菠萝皮的披萨？不太吃。我可以接受、欸，我觉得菠萝皮的披萨还可以。我不喜欢吃那个芝心啊。我就那个啊，我芝心的皮，然后里面还有菠萝，我觉得这样还行。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好，哎、欸，他有没有下葬？跟那个工兵，工兵在那边巡逻，他去放弃那个想法啊？啊？他在救可他、啊。哎、欸，就还是放了，没看到。没事啦，好呀，反正一定是 PS 开，有差吗？有些同学还在上面，我让他等下 VR 开哦。VR 开好像也不怕，这种 PC 开会怕吧？那 VR 开也不怕啊。哎，老要不要 PC 开啊？啊？他至少我至少有四年没有看过他 PC 开。这样，太不了解了。我已经有强烈的感觉，他这场要 PC。他不可能 PC 开啊！他家这追队走出来的时候，他就是把 PC。不可能啊！怎么样？这就是身为一个前职业选手的直觉啊！他是在作弊。就在他第一支出的是追猎的时候，我就感应到他下的是。那没了。喂，他 VC 好瞬间下引刀塔。错的。可是他的 VC， 他的引刀塔要放哪？超好侦查的、欸。放啊，没差，他要守住这波、啊。没事啦，他这个狗又没，他才刚生呢、欸，是怎样？他忘生了、喔，他要打折打折啊 ！VR 也下了，圣攻速，完蛋了，救了吧？老大是不是想输？这没救了吧、這打法，我跟你讲，你把他账号，你把他练习账号打开，全部 RP 都检查一遍，对，绝对没有这个打法，对，绝对没有这个打法，100%。你是针对人家？没有，我这是凭借着我多年的经验。你少来，你这绝对是凭借着你上次跟他打比赛的时候你做的功课。这绝对凭借的是我多年的经验。不是做功课吗？这凭借你上次比赛跟上上次比赛对他所做的功课，所以你肯定他最近的一两百场内绝对没有 VCBR 这个打法。我凭借的绝对是我。哎、欸，这种事情真的不好说、欸。有一次我打那个傻塞，剩下 Pilas 了，清扫剩下 Pilas。哎、欸，请你继续说，请你继续说。然后我打那个傻塞嘛，然后我也是把他那个近一百场的那个天梯的流程看过，你知道吗？那个 VS 开的几率大概只有8%-18%吧、嗯。他那场比赛就给我 VS 开，我跟你讲，这真的不好说。也是啊，你看他下去了。那一场是我下去啊，跟他后来下去啊，但那一场是我觉得傻C在台湾其实打得不错、欸、可是台湾太弱吧？对啊，台湾太弱了。当时的台湾啊，当时我觉得现在台湾选手其实，在那个世界上是很有竞争力。啊，现阶段现在只有那两个神族而已啊。你也是有实力的啊，瑞士。有啦，别忘了你什么去韩国拿了一个前4不是吗？这应该没有很水吧？我跟你讲，我还拿过一个 P 级赛事的冠军呢、啊，开玩笑，修起来了是吧？我跟你讲，你有 P 级赛事的冠军吗？你有吗 ？P 赛事、哦、我没有。对啊，开玩笑。我们那个算什么赛事？我不知道。我幸好拿过几冠军啊，我好像没拿过什么冠军欸，我只有拿过那个什么雷蛇杯冠军，也不错啊。不是那个对手怎样？你讲出来。等等再聊。哦，你讲出来那个对手怎么样？地图左下角红色的虫选手是 UI 凯，那个对手怎么样？蓝色的蛇选手是 Blois， 你说什么？那个对手怎么样？你讲清楚啊！那个选手当时还没长大、啊、哦，但是他还在襁褓时期的时候跟我打到啊！哦，你在残杀幼苗啊？
没有没有残杀，你看，要不是那场比赛，他现在能够成长如此茁壮吗？所以你的对手是谁？哦，你不知道，我以为你知道哎、欸。我不知道。我那时候，我那时候决赛对手是不那个啊，那个哥哥舅呀。啊？真的、啊？哦，抱歉，影响。最后一场那个决赛打一个波奇，打一个四比二吧。哥哥舅也送了。我打完以后还跟他讲说，其实你打运我比较有把握，结果他放了我好几场招。我突然想到啊 ，Coco Joy 也送了我好几个冠军啊，有一个什么梦想杯子啊，对啊，校际联赛啊，对，那双袋子，对，不可一世，然后被那个厉害，被那个 Coco Joy 打下去是吧？被 Coco Joy 打下去，然后上来决赛打 Coco Joy， 对啊对啊对啊，那场还是我跟那个我跟收贝波子啊，然后那个 Blazing 不是那时候有什么月赛什么的吗？对，都是 Coco Joy 把 Nice 打下去，然后再打败 Coco Joy。然后那时候 Nice 还很常爆气啊，说：“对啊，都干公主真是简单，干这就靠赛，妈的每次给你赛到，只要这样子就好了，都给虫族玩就好了，都给虫族玩就好了。”不过那时虫族确实是英霸、啊，放心啊，他现在很常爆气啊，只是爆气的火那个夸张度没有以前那么夸张了。因为我好像就没有拿过什么冠军，有啦，还有什么 TSL 团体赛总冠军啊？那只能两个，还没啦。那也不错啊。对，有些人一辈子都拿不到冠军了。就这样嘞，我的旅程这么快就结束了，没办法，第一赛季就打完了。那个时机点不对，电竞这个产业太晚开始成长茁壮了。是的，不然你可以多拿几个冠军。没有吧？茁不茁壮跟我拿不拿冠军是两回事。不会啊，要是你二十岁的时候就，对不对？这么多比赛可以打。如果是我十八岁的话，那不好说啊。二十岁我你肯定拿十几个冠军啊！我开玩笑，那个 Sam 是对手吗？哦，是，抱歉。不好说，我觉得有的打哎、欸。真的吗？好，不好说，我觉得。有的打、欸，就是不好说。你要说啊，这种东西已经回不去了，这样讲那么多也没用啊。难道说这是 MVP 的自信吗？你如果是那时候的我了 ，Sam 会跟你说，干二十岁的我他妈谁来都一样，都得死、啊。是没错啦，以他当时那个确实这样，毕竟人家都打到一个什么，应该有世界前十六吧，他的实力，厉害，肯定有的、啊。对啊，非韩丑。Yes， 对啊，不是非韩丑。不行啊，如果不算韩国人的话，他绝对有。他是非韩第一耶，那个实力，对啊。對啊那不是那时候玩的。这边直接 VB 啊，这个是要出什么空投烈光球的？我觉得感觉这很像他。错了，错了。然后这个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有看到。不费你承认啦、啊。然后这个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有看到这一招。啊。空投烈光球。因为我们打团战的时候他蛮爱这样打，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不打一九跳。转巨像一波，哎，但他的流程跟别人不太一样，印象中，然后要升那个速度，然后直接做球，他是不是流程怪怪？他应该这时候要有一只 OB 城，你要嘛就是一开始上来先按一个 OB， 对啊，他可能先可能有可能因为对手关系，所以先放，他太久没跑这个流程。啊，也有可能，所以忘记要先按一次 OB 了，有可能。不然的话，他这样等下过去的时候，他 OB 没有在那边当眼，还是会有点，啊、有点运赌，有点赌要靠。没事没事，对面已经有个剑道龙在头上了，好扯、哦。好，看到这个人进，不知道有没有想法？他可能会以为是那个投白球或者引刀这种。没事啊，不是啊，他压根就看到 VR 啦，早就看到了，他前面就已经看到 VR 啦，他冰爆的很早，好，来投手投出，不朽先丢下来坦，好哟、哦，这个居然没有选择上去 A 那个不朽，好音爆、哦，来吧，普通音爆对吧，好音爆，球再丢下来，回神蛇球，哇，空心空包弹。
对，哎、欸，他操作失误啊，他刚刚到移动了，不，哎、欸，刚刚到蓄福的，应该这样子。这边走上去，再走下来，神族家，神族家，走向安全、啊。还给他打两关一波，一个再跳飞堂。理论上来说，神族部队开始战斗了。理论上来说，我觉得虫族没了。你说输了是虫族啊？嗯，刷面刷太久了。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用左边那个水。不是用上面，就中间那个水。左边那个水娜照不到那个 BG 哦，好阴霸。对，对，太阴霸了吧？像海阴霸，那不然就直接让他照到不更好了？没有，我只是为黑而黑而已。我最近发现大家很喜欢，对，大家很喜欢听这些，这已经成了习惯了。哎、欸，他还站不朽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再不出门。再不出门，爷爷出门。从现在，我从现在，这个狗只要不要遇到神族的部队，哦，他绕开，绕开去换家，绕开去换家。你不是在出飞堂了吗？他就绕开去换家哦。白痴的 OB 有速度哎、欸，这打正面就打不过，他升错了是不是？对他升的不是临近的速度，他升的是 OB 的速度，各位。那我晓得他这 OB 飞有点快啊。来追、嗯，我卡了吗？我也卡了，大家都卡了一下。哇，刚这个卡应该影响到选手吧？既然我们两个都有感觉的话，那到底是谁卡？我跟你都卡了，那到底是谁？又卡又卡了，有人都、嗯……哦，这个包夹，这个包夹。这完全是靠塞兵哎，两个猎王球没有发挥到，但是神族虫族的兵还是赢啊！啊，不是啊，他要这样打就不要去按那个飞龙啊，他六只飞堂等于六只球也送了，啊，要是他那个飞堂就应该去换家，对，换家还有一点机会。一球，打不过是选择。麦开不想退，知道我们 Made in Taiwan 的普罗托斯有多厉害了吧？而且我们那个台湾的神龙系统每个风格都不太一样，对啊，所以你不觉得我们台湾系统出去应该要很会打神族？不一定啊，看要正规的有这，看是怎样啦，给我们全上啊！哎呀，觉得输给老鸭很羞耻啊！真的吗？想退啊！他上次把老鸭二比零啊，这次被老鸭淘汰了，二比零。就是你看、哦，如果你要打像那种偏韩国那种比较正规的，有 nice， 那、啊、你要偏搞的，这边有那个 taste 跟那个 pros 两种不同的搞法。哎、欸，我断了，完蛋了，不好的预感。你说再也上不去？嗯，会卡住。好啦，那我们这边再次恭喜，pros 二比零啊，也算是复仇成功啦。之前他被那个 miumai 开二比零，对，差点就没办法进去。还好那个 MIUI 把 Race 打下去了，不然 Botoways 应该是没办法进，是这样吗？应该是吧。哎、欸，你那天有打到 Botoways 吗？有啊，那我们就打循环啊，就是。哦。你打循环啊？啊，你输了是吧？啊。相当于。哦，我看来是全部人都断了，好屌、哦。对啊，我也断了。我还在转学，输入账号没有机会，你知道吗？我进来了、欸。真的假的？嗯、好了，那我们今天一样恭喜那个 Botoways 是2比0哦。那我们一样先休息一下，下一场是 GoJoy 对上黑色比赛，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。